今天来休息，来办个健康证。郑州这边，大成，这个小医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医院办这个健康证，太麻烦了。外面看着好像烂尾楼一样，里面才是医院。搞了好久，现在很多地方，深圳的地方都全国通行的办健康证，在这里办的健康证只能在郑州使用，太难搞了。